今天示范三种口味的甜甜圈，先画三个椭圆形。微笑，微笑，然后要分口味。淋上酱汁，好，甜甜圈的颜色用很薄很薄的橘子色，先涂整个，这个是原味的。先画原味的这个，处理它的阴影，凹槽的地方会比较深一点。先画一个微笑，然后用干净的水把它晕开。底下也是，先画一个微笑，再用干净的笔沾水把它晕开，这个基本上原味的这样就可以了。那现在这个画巧克力口味的，好了，另外一个话，草莓口味的。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甜甜圈的斗仔里面还没有画。没关系，等会再救它。好，这个再补一下原味的这个好了，阴影的地方不够深，再来一层。打虫子，然后再加上这叫什么？巧克力米。甜甜圈上有时候会撒巧克力米。好，一样的，巧克力口味的也要有阴影。先画微笑，再把它晕开。好，
克力本身有个厚度，巧克力酱有厚度，所以好，那草莓酱，草莓也有厚度。晕开，用水晕开，都用水晕开。还有刚才说甜甜圈的影子，阴影，不是影子，是阴影，画微笑，再用干净的笔把它晕开。好，刚刚还有甜甜圈的这个斗宅里面没有画到，再把它补上去，尽量其实要等隔壁的干再补上去，颜色才不会混在一起。现在它也加一点巧克力米，画影子，晕开。晕开，加强一下一点点影子的地方，感觉它巧，感觉它的酱淋得厚厚的，看起来比较好吃。就这样完成了。